登记制作好比新港甲陕西三乡镇青海合组完成合业的森林纺织，再度捐赠1500本的精选图书，予复兴秀水甲鹿港等乡镇的各中小，希望借由图书来培养囡仔好的阅读习惯。简单的证书已是开始进行，学生先用好听音乐表演来感谢新港乡在地企业森林纺织爱心。森林纺织再次委托立法委员柯春芳代表出面捐赠，捐出1500本的册，提供复兴、秀水以及鹿港等乡镇的各中小学子甲托学习。最重要的是，这些图书也拢先经过各校评估开出来册单。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大慈善家哈，长期关怀弱势、关怀学子，在今年的3月，来协助捐赠1400本给深港和美县西的国中小学生以外，今天接着再捐赠1500本给我们的鹿港区的，包括鹿港鹿民、福兴秀水4所国中，还有鹿港区10所国小的学生哈，让这样的一个大爱的精神可以持续的蔓延。那我想阅读是我们各项学习的基础哈，那阅读里面可以沉浸在书香中，也找到非常多的乐趣。森林纺织这回除了赠送1500本的册以外，也特别增加捐赠文具用品，包括10万支的铅笔、甲3000个铅笔扣，和彰化县各国小六岁家庭合组，让囡仔用笔无忧，安心学习。大中华新闻张世良，彰化采访报道。